Hello， 求生者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快速趴下的小技巧。当遭受敌人的攻击时，趴下能够躲避掉敌人的枪械，也就是大家所称的拜佛枪法。我们先比较一般趴下跟换枪趴下的速度差别。一般趴下的优势是趴下的同时还能持续开枪，但是子弹打完了必须切换武器。而换枪趴下的优势在于趴下速度较快，但因为过程中有换枪动作，所以开枪会慢一些。换枪趴下适用在跟敌人对枪，子弹快用完时来个快速趴下反击，会非常有优势，推荐给使用双步枪的求生者。而换枪趴下使用技巧也很简单，在手持武器的情况下，点击趴下的同时按另一把武器，两个动作同时点击就能触发快速趴下。以上技巧你学会了吗？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